越南牌照的保时捷911惊现国内，多次出现不同的城市被网友拍。今天看下这台保时捷的零百加速和极速，这是911达喀尔越野版，全球限量2500台，搭载 3.0T 水平对置六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80匹扭矩570牛米，匹配包速 PDK 变速箱，带四驱系统。下面先听个声吧，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3.6 厘米，上高速看下极速，视频拍摄于德国无限速高速启蒙模仿，先测下100到200加速。100到200用时 10.65 秒，最高车速244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